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知道互相就是对方也可能是宝玉，那有没有就是对对方有什么样的印象？嫉妒一下。其实是开机那天导演就是单独跟我说的，就是说角色我饰演成年宝玉的。嗯，而开到正好他生日那天我拍的我第一场戏。这算是什么？给他是一个生日的生日的恐吓吗？生日那天说本来我演宝玉的，你的生日礼物是别人演的宝玉。Happy birthday！ 我那天演就是因为没面对过镜头嘛，当时都特别紧张，就舞蹈感觉太重了，而且当时就很随便的一个鞠躬，就当时鞠的特别夸张。我跟你说，你是怎么鞠的？对，那正常的鞠躬。后来你学会了怎么鞠躬？正常其实就很简单，就不用。哦，就不用你一直到这儿，因为我太夸张，我就他有任务，他有一个范儿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看看我们杨洋了。刚才已经说过，杨洋呢其实是在这个军校学习的是舞蹈专业，对不对？学了多少年？学了五年。五年是什么舞？探戈。那个劈了民间舞，民间舞，民间舞，古典舞，古典舞，还有芭蕾，芭蕾。哇，学了很多。好，我们欢迎我们杨洋带来一段民间舞的表演。来，掌声给他。漂亮，舒展的动作。好，不要以为就这样子算了，我们再换一个。来，音乐。新疆舞。大家的掌声来。情